我爸妈他们要带我去日本了。这样很好啊，你不是一直想去日本读书吗？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，你我不担用心担你。心我，我一直都在这里呀，我会等你读完书后再来找我。真的吗？不然还有谁？陈义伟，按照这样顺序，我念一下：陈义伟、冯宇轩，然后纪雅欣、吕学尧、萧浩翔，然后高成佑、钟念婷、
李伟杰、林云君、吴伟珍，然后还是信宇慧、王良珍、游子倩、楚建和、吴彦峰。那排成弧形的老师比较好打分数，不要占第二排。爱人行，这边，浩翔跟我 OK。